陆军航太部年度测考巡操演本来前两天就应该要进行了，但是由于这个屏东的天公不作美，因为这个梅雨封面的关系，所以接连取消了两天的白天射击测考。今天趁着这个天气还可以哦，赶快来进行操演，来看一下稍早的情况。有两架挂载地狱火飞弹的直升机来对海面目标进行射击，两发间精准的命中目标。所以演练为陆军年度的重要演训，以磨练官兵实战能力为目标，并且透过各种模拟的情况来让这个参演的官兵执行射击，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演习让美国官兵熟悉自己的职责和任务，才能够维系整体战力。哎，都中了。